从远古时期的构木围巢，到现代恢宏的空间巨作，数千年来，任沧桑巨变，岁月流转，建筑师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着无数瑰丽的建筑艺术。诞生于富阳的红峰钢构，兼具山的稳重和水的活力，在山水之间，红峰人永不停息，用钢结构书写着新的建筑传奇。更高更远是山的境界，在红峰人眼中，山是智者博大的胸怀，是行者无畏的姿态。无论再高再险的山景，都会出现红峰人敢于登攀的身影。红峰实业集团是一家以钢结构建筑工程设计、制造、安装为主的综合性集团公司，占地36万平方米。集团拥有中继宏德低碳建筑有限公司、富阳红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、浙江潍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、浙江红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、富阳红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、安徽红峰钢结构有限公司等子公司。红峰实业集团是中国钢结构制造特级企业，具有钢结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、钢结构工程专项设计乙级资质、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二级资质、地基与基础工程和金属门窗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。红峰实业集团是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理事单位、中国钢结构协会、上海金属结构协会会员单位、浙江省钢结构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、杭州市高新技术企业、中国钢结构十强企业、杭州市模范集体、杭州市信息化建设示范企业、中国驰名商标、杭州市名牌产品，多项工程获得鲁班奖、钢结构金刚奖、钱江杯、西湖杯等优质工程奖。在红峰，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，公司注重企业文化建设，时刻践行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，真正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利益一致，共进共赢。公司坚持培育人品和培养人才两手抓，在注重员工道德品行的同时，创造个人快速成长的机会，为员工才智与个性的充分发挥提供广阔舞台。公司不断改善薪酬机制和管理体制，让员工们得到良好的福利待遇，感受到愉悦的工作氛围。公司设有专门的活动室和图书室，经常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及各种形式的职工技能大赛，增进了员工情感，培育了企业共同的价值观，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、认同感和归属感。人才团队和持续创新是公司发展的根本。红峰拥有一支自主创新的技术团队和低碳建筑研发团队，现有员工1200余人，其中各级各类工程技术人员290余人，国家一级、二级注册结构师、建造师、建筑师等60余人。凭借灵活的管理体制及薪酬机制，公司每年都有新人加入，人才积累日益深厚。为实现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，不断提升企业品牌核心竞争力，公司以高等院校和专业科研设计单位为技术后盾，先后与浙江大学、浙江树人大学开展科研合作，成立了浙江大学空间结构研发中心和红峰钢构教学实践基地、浙江树人大学钢结构研发中心和教学实习基地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、中国建筑技术集团低碳建筑杭州研发基地，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的轻钢轻混凝土结构体系等10多项科研成果
获得国家专利，并被列入国家“十二五”科技支撑项目及绿色建筑标准化课题的产业化与示范基地工程。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杭州市企业技术中心。公司坚持把培养人才作为技术工作的重点，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模式，加强员工专业素质培养。公司定期开办各类专业技能知识培训班，与知名高校建立人才培养战略合作模式，并时常与业界知名专家教授开展技术交流活动，锻造了一支自主研发不断超越的卓越团队。鸿丰建立了大型的重钢结构生产基地，采用先进的专业生产设备，领先的工艺技术，以严密的流程控制进行制造。公司拥有新登、寿祥和安徽三个生产加工基地，具备年设计、制造、安装各类建筑钢结构20万吨和各类板材500万平方米的生产施工能力。公司从国外引进了世界一流的钢结构专业生产线，拥有目前国内最先进的 H 型钢全自动生产线、管横架、箱型梁生产线、数控液压冲孔后切断 C 型、Z 型钢生产线、隐扣式屋面板、墙面板、金属夹心板生产线等各类先进的专业生产设备，可高质量、高效率地完成各类轻钢、重钢、多高层空间结构等钢构产品的加工任务。源远流长是水的智慧，上善若水，在鸿丰人心里，水代表着活力，代表着长久的生命。以品质谋发展的理念，正是鸿丰的源头活水，滋养着鸿丰品牌生生不息。多年来，基于对高端市场的战略定位和优质产品的坚持，鸿丰始终如一地将今天的质量、明天的市场作为经营宗旨，建立健全顾客要求识别、过程控制、业绩指标和检测手段持续改进的管理体系，确保零缺陷的工作和100%满足顾客经营理念的贯彻执行，持续提高产品和品牌竞争力。品格铸就实力，流程确保品质。公司先后通过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及 HSE 管理体系、计量检测体系、钢结构检测中心 CMA 计量认证及标准化良好行为确认，确保了从技术研发、产品制造、施工安装到售后服务全过程的规范、优质与高效。公司建立了先进的钢结构理化检测中心，拥有电子万能试验机、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、元素分析仪、扭转试验机、冲击试验机、超声波探伤仪、漆膜涂层测后仪等专业检测设备。在大量的工程实践中，公司锤炼出一支掌握国内领先施工技术的高素质施工团队，形成了科学严谨的施工管理控制流程，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严格控制，确保了工程质量。山的巍峨耸立，基于山的基础稳固，鸿丰人以坚若磐石的必胜信念、精细入微的务实精神，夯实企业的发展基石。短短几年时间，承建了大批优质的大型场馆、车站、重钢、异形钢以及多高层钢结构建筑工程，多项工程获得鲁班奖、钢结构金刚奖、钱江杯、西湖杯等优质工程奖，工程遍及浙江、上海、福建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北京、天津、吉林、内蒙、山西、陕西、四川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等全国各地，以及玻利维亚、澳大利亚、智利、印度、安哥拉、印尼、缅甸、泰国等海外地区。
武汉塔子湖体育馆，该工程获得武汉市黄鹤杯优质工程奖。广西体育馆，广西衡山体育馆，山东邹城体育馆，陕西汉中体育场，金伦国际广场，安哥拉安居工程，阜阳市客运南站。2009年，该工程荣获浙江省钱江杯优质工程奖。徐矿明星国际商务中心，南京江东软件园苏宁大厦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新营业大楼，上海世博会外国场馆项目，广州纺织博览中心，2011年荣获中国钢结构金钢奖，广州南越王宫保护遗址工程，京沪高铁镇江火车西站，2010年荣获中国钢结构金钢奖，温岭火车站，2010年荣获浙江省钢结构金钢奖，耿山门火车站，东阳紫檀王博物馆，浙江振兴阿祥重工项目，江西赛维 RDK 多晶硅公共工程项目，山东奥伯特铜铝业有限公司，2007年荣获中国钢结构金钢奖，阿海法武汉变压器厂扬子项目，该工程2010年荣获鲁班奖和中国钢结构金钢奖。山依水绕的阜阳，赋予红枫人精细的态度和坚韧的信念。红枫由风雨洗涤意志，经磨砺雕塑脊梁，制造优质产品，打造长青基业，是红枫永不停息的追求。宏图已绘就，道路更宽广。未来，宏枫实业集团将继续以创新铸就实力，用精品诠释建筑，打造领先同行的强势集团品牌。